另外就是把医疗服务送到家，各地的慈济医院都有定期的网诊服务，走路偏乡还有贫病家庭。嘉义大林慈济医院最近在云林的网诊当中呢，有一对父子档来复出，是药师梁玉章和他的父亲。他们家里头是经营中药房，平常就热心公益，而且已经两年多都在网诊当中服务乡亲。药师梁玉章为网诊做准备，88岁的爸爸是他的得力小帮手。两年前开始，父子俩跟着仁医会走进不同乡镇服务弱势。梁爸爸总是充满活力，鼓励病友多复健。他在嘉义大林开中药行长达60年，日常进补解决小病痛，早期各种疑难杂症全靠老字号药行。梁爸爸守护社区，梁玉章耳濡目染，也有颗乐于助人的心，加入仁医会10多年。不管是中药，不管是西药，来提供给因医疗的照顾。啊，中药甲西药有交互作用无？帮因看咧。装卡咧，无法度去病院，要去往诊去甲看，安尼是足好的。父子档运用所长，携手关怀，与受助个案互动，就像朋友一样。梁爸爸身体为恙，病友为他祝福，约定好下次再见面，彼此都健康平安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国辉云林报道。